大学问家，谁才是行家？我是阿官陈斐娟。我们经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今天这位收藏达人呢，他是进古董街成为古董迷，等会来看看他的收藏品。好，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在今天的超强的精灵团，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穗良曾教授。嗨，大家好。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逢甲大学助理教授黎荣兴老师。嗨，大家好。亚瑟宝石鉴定所资深鉴定师赖俊明。大家好。朱老师技术总监廖文亮廖总监。大家好。好，我们欢迎来自于台中的蔡俊豪。张小姐你好，你好，啊，俊豪兄，听讲你以前细汉的时阵都在古董街附近啊？嗯，嘛无我细汉啦，啊，无从多大嘿？我已经伫高雄，我是已经三十几岁做生意啊。啊，三十几岁做生意的时阵，挂到伫古董街附近。我因为我定爱出去巡店，你开什么店？服饰店，流行服饰。服饰店，流行服饰店哦。啊，对啊。查甫囡仔穿的衫。有。哦。所以我们那是早期叫什么？叫萧衫。什么叫萧衫啊？萧郎的穿。啊，那个附近有古董街了，对吧？有。嗯。然后我就一开始不是很早期就有那个拍卖嘛，路边古董拍卖啊。古董拍卖。啊，我就问遐贵，我看看哎。三不五时搞出价一个。不，他一开始。行过，人画五百，八百，人画一千，千二安尼。开始大家先看啊。嗯，哎，这个古董不贵嘛，啊，所以后来才知道古董是古时候的人懂，啊，不是我们现在人不懂，现在人不懂，没关系，我们教授懂，来，教授来，那这个是什么？雕刻的花纹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这你讲到重点了，什么时候的纹饰？汉朝皇帝徐州人，徐州是历史古城了，这件东西应该是汉以后的。所以这是对的东西，这个是老的古玉。俊豪兄，你买这啥物件？它是个钟，但是不晓得哪个朝代。什么叫钟？玉琮。玉琮。哦，琮哦。玉琮。那这个好像雕刻的花纹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这你讲到重点了。虫啊，虫是它以前是最早了，在新石器时代啊都出现了。它是祭地的这个器具，祭地的一种礼器，祭祀的器具。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嘛，所以这是一个圆，那个方嘛。天圆地方，嗯，那用圆的那个玉璧去拜那个天，用这个天圆地方拜地，可以中间有个洞，它以前这个比较长，中间有一个孔嘛，就表示天地通的意思，就可以通天地鬼神了，就拜地，拜地神的。我怪我想讲，有个洞哎，但意思是，扣物件的拉瑞，这是要创啥？意思是说，掌握这个玉琮的这个首领部落长，他是可以通天地的，通天地的，是这个意思。祭祀用的，所以它是一个象征的一个祭器，祭地神的，祭地神。啊，就像像你买时拢唔知系啥物件，你后壁甲买，看水就买啊，看水买啊。啊，你有研究无？研究讲这可能是啥物朝代，差不多偌久的历史，你有研究无？因为它这个花纹就很少看啊，是表示你看了一些，看了一些书啊，看了一些书，不是看了一些宝物。因为它不是有脸型吗？嗯，这上面有三条线啊，一个眼睛啊，嘴巴，就是兽面纹。兽面纹嘛，啊，兽面纹。就是良渚啊，良渚文化在浙江的良渚文化有出土一些像玉琮这种东西啊，它上面刻了很多兽面纹，刻在这个角落上面的。那野兽的脸不同朝代会有不同的，不一样。那时候基本上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都出现这种兽面纹。那这个上面有兽面纹吗？这没有，没有。哦，这一件没有兽面纹，对。所以他说纹路比较特别。是，它上面是一个圈圈纹，圈圈纹，就是一圈一圈一圈的。啊，乌呢？嗯，一圈一圈呢？对。啊，圈圈代表什么意思？一圈一圈也是一种纹饰，但是这个纹饰就不是以前新石器到商周的纹饰了。啊，就不是。啊，是什么时候的纹饰？汉朝皇帝徐州人嘛。你在徐州买的？
古董街是开启了你对古董的兴趣、啊、但你其实这一件是在徐州买的。对、嗯、哦，因为我知道那边有很多汉朝的古物啊、嗯，那因为朋友是住那边嘛，那就去，本来要去投资，本来是要开餐馆啊，所以那时候本来要开餐馆，后来有没有开成？后来没开成啊，就都买了古董回来，就买了一些回来。好，所以他在当地买的。徐州是历史古城啦，啊，因为是历史古城，所以搞不好真的是挖出了一些古物哦。好，没瓦塞，这个好像买差不多。反正一万以内的，一万以内是人民币还是新台币？没有啦，台币啊。啊，台币一万以内。几年前？三四年。三四年？三十年。三十年啊、哎哦！来，我们来估价，好不好？请见价，12万元。哇！所以这是对的东西。这个是老的古玉，因为它上面充满了很多的沁色。这些沁色都是自然而然时间产生的啊。另外我们看这个形制，那因为以前新石器的这个虫比较大一点，那上面充满了兽面纹，那这个形制跟花纹一直持续到商周以后，逐渐周代以后逐渐就不见了。所以这件东西看起来，第一个它比较小，第二个它的纹样不是兽面纹，它是一种圈形的纹子，就是一个圆形的线条的、啊、一圈一圈的，像这样的纹路呢、啊、基本上都不是商周的东西了，它应该是在汉以后的东西，因为汉以后这个东西这个不见了，就渐渐的就消泯了，所以不再做这种玉的这种虫、啊、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汉以后的仿的，就是仿前代的，但是即使这样它还是老东西，它还是老东西，老的古玉，古人仿古人的。来公子的宝石啊，这个宝石是碟下面收在背，这个是在一个香港的展览会，珠宝展览会、啊、香港的珠宝展览会、嗯、啊。然后当时为什么会去买这个？因为我已经在开珠宝店。哦，是开珠宝店的。哎呦，你自己开珠宝店啊？因为买到最后开珠宝店，买到可以开店，那你买了不得了的多哎。我有个学生啊，要开珠宝店先买他800个手镯。丢啊，这个不因为我当初开珠宝店，我是做当初讲的就是叫有色宝石啊，是我大部分都做有色。不过那个时候有色宝石是很冷门的吧？对啊，冷门的生意。我在差不多25年30年，那个时候我在中港路开啊，在中港路开哈。对啊，就在哇，你又卖衣服，结果又开了珠宝店。360行你是做几道去啦？他讲到中港路是现在台中市的中港，台湾大道。台湾大道，就在博物，我们来看一下博物馆街那一个。自己开珠宝店，老板买的东西，然后一定是好东西。后来是买了卖，对啊，买来进货来卖啊。对啊，是开店当然是进货来卖，但是你自己留下来物件。应该不会太差，好的物件啦，不是拿下来，是卖不掉的，剩下的。会对会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会对、欸、这是要多少？这个是后来在镶的 OK 好，然后中间那个是像一个印度的珠宝上买，是、嗯、买多少钱？大概一克拉大概差不多10000上下，一克拉10000上下，那这个几克拉、嗯、这个有14，大约10来克拉哈，14克拉哈，14克拉，那就是14万上下，14万上下。好，那我们来见价，来，请见价，25万元。哇哦！这虽然是会，但嘛是探钱啊哈。是啊，现在的行情，这种一克拉大约在18000到20000块上下了。这种宝蓝色的这种单圈，它本身它就涨价了。对，涨价了啊。那这一克的品质呢？这个品质很好，它颜色哈，就是说属于很正统的这宝蓝色。就是很多的单全石，我们去找寻它的物件都希望能够买，不是蓝宝、啊、不是蓝宝，对，单全石，对对，哦，单全石、啊、对，我们知道单全石它全世界就是因为这个坦桑尼亚就是用国家的名称来命名的、嗯、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最早是产在坦桑尼亚。那这个坦桑尼亚，我们假如说你再去找那个珠宝的书啊，要找 T 开头的找不到这个单全石，你要找那种 Z 开头的，它的学名叫 Roeside， 是叫做幽莲石啊，很特殊。那这个宝石就很特别，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颜色上来讲，它是很宝蓝色。那也就是宝蓝色，大部分呢，比我们传统所看到的蓝宝的那种蓝还要浅很多。是，的确，但是蓝宝石也有这种蓝色，所以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说蓝宝石最有可能的代用品就是这个丹泉石，最像嘛，所以它好很漂亮。我在印度稍微差一些些了，印度比较低啊，但是那个丹泉石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很明显的叫做多色性，会有这样子很明显的像这一颗多色性是它在不同光线下看到不同颜色吗？哦，那个不是，那个叫变色性。哦，那叫变色性。多色性是因为方向不同，固定的灯光的光方向不同，产生颜色不同。方向不同啊，方向不同。对对对，我们试试看。那因为所以现在同样的灯光，我们来试试看。对，方向不同。紫红，哎，有一点紫，它会有蓝，对，有一点紫蓝紫色，蓝紫色。哎呀呀呀呀，有一点紫色。那假设说它是丹泉石，是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没有加热处理的话，很大部分的丹泉石，它有三色性，就是它会有蓝色、紫蓝色，跟带一点微微的棕色，那就是没有加热处理的。那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有加热处理，因为我没看到棕色。这里有一颗，来，我们来比较一下。好像这样来讲，这个颜色，好，然后这个我是一般人啊，你试一下，我是一般对对对，外行人，我来看看我看不看得出来哈。这会有，我哪看得出来？大家都看得出来啊。就很明显会有三个颜色，蓝色、紫色很明显，紫蓝色很明显，然后有点带着微微的棕色，有一个角度。我觉得你这个也是有烧过，我没看到棕色。再练习就好了，再练习就好了，多练习就可以了。不容易哈，是的棕色比较不容易看，对不对？不容易，当然棕色的表现哈，就是有的很明显，有的就比较不明显。不过它这个蓝这个丹泉石它的颜色的确是非常非常好。那假设它是无烧，因为你刚刚估的是是有烧的颜色啊。其实有烧跟无烧目前的行情不会差很多，差多少？大约是多差不多30%左右，就差不多会在30来万左右。蔡大哥，你当初20几年前你说你一克拉买10000块，是不是？对。那个时候一克拉像这一种的大概是一克拉3000块，所以你那时候买贵了，应该没有那么贵。可是他是珠宝店的老板哎。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讲20几年前我们的进货大概就是一克拉3000块，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因为是 Tiffany 在推这个东西，它本来叫做 Rollside 幽莲石嘛，应该叫做幽莲石，为什么不叫幽莲石？因为那个自杀有一个字眼叫。Suicide，所以他觉得说幽莲石这个不好，跟自杀是一样的，所以他把它变成是丹泉石，就用它的产地来命名，叫 Tensorite， 天上来的，你看多好听啊，很好听，对吧？而且它是12月的诞生石，那如果说它没有加热的话，它的棕色会带的比较多，那这个颜色不好，那价格就比较差，比较没有人要，所以大家都会加热之后。然后变成是蓝色或者紫色，那可是刚李老师说没有加热的话，价格多30%，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追求自然，没有加色的，没有加热的。以前呢，因为它没有加热呢，它棕色带的比较多，就比较灰暗，没有人要，所以你看连提芬尼在推这个丹泉石的时候，他就去把它加热。那我们给观众朋友来比较一下哈，来这两颗。这颗是蔡先带来的，好，这是加热处理过的，这是李老师带来的，这是无烧的，好，没有加热处理的。从颜色上我们来做比较，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颜色有很大的不同？有差一点点，有差异，有差一点点。那我们要这样去看哦，有加热的其实火彩会比较差，没有加热的火彩会比较好。因为加热过之后，它原来的这个分子的排序它是没有加热，它的分子排序是非常整齐，而且是多样多变化的，所以它的折光会变得比较好。有加热了之后呢，有一些的分子排列会破坏掉，是它就会变成是有颜色，但是火彩就会变得比较低。好，所以除了看多色性分辨到底它的颜色有多几种，比如说这个只有蓝色、紫色，没有棕色，这个多棕色之外，可以看到的火彩看它那个颜色的表现，好，来看到底有没有加热。以前比较流行有加热的，现在流行无烧的。对，好，所以但是丹泉石现在还是会接受了，还是接受有加热过的啦，因为大部分已经都是有加热的。对，你很少找到没有加热的。但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你买贵了啦。然后再被杀青，你被几班？可是它也长得很凶啊，现在2-3万块一克啦。它长得很像盘子，你不觉得明明一样吗？买这个还是OK 的。好，我们来看这件，这件是翡翠是。来讲一件，
这个嘛会的呀，存货啊，存货卖工业，对啊，那就去卖掉。会的，跟存货不是同款意思吗？无啦，暂时还没有找到收藏者。嗯，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经常说的卖房子，那叫什么的？保留户，建商保留户，保留户。那这个是珠宝商保留石，保留哈，保留件，珠宝商保留石。来，它这一件很特别，它这件的哈是可以做胸针，对，可以做坠子，它还设计可以做什么？做那个珍珠的那个坠头。珠扣，它这里还有一个珠扣，对，有两边可以绑珍珠，就变成这样子一个珠扣，这是多用途的这个设计。它如果是项链，就是这样，是啊，胸针是斜斜的，胸针是这样，是珠扣就横的，哎呀，是一宝三用啊，哈，没办法，啊，可是大袋呢，袋较薄了哈。这个玉板的话，哈，像这样裸露出来已经够了，我觉得不会太薄，还可以了。所以没卖哦。嗯，当初买多少钱？这个就贵了，因为当初我开珠宝店，还不是对这个很内行。很内行，难怪你明明做老板还买贵了。这个大概买了70几万。70几万呐！啊，你那要卖，一般来讲，你进货70几万，你也卖偌济？想办法跳吧。啊，想办法跳吧。对啊。莫怪变做会的。来，那这个种水色呢？它的颜色看起来颜色还很好，它的颜色哈是很漂亮的，就是正绿色。就是缺点就是哈，这边有一块很黑。对，中间有块黑黑。然后再来，它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豆种，它水头来讲，只是它的光泽是表面光泽不错，它水头并不好，不透，不太透。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对。透不透？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他只是说，你看这样子哈，你打下来要很强光打才略略有微微透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拿远一点就，对，都是不透的。啊，不透啊。好，所以它不是那么透，所以它的种不是那么好，但那个颜色美败了哈。是是是。就有一大哦哦。对。啊，干嘛被嫌贵？我们现在来鉴赏。试看看。翡翠，这个多少年前买的？几十年前，20年前买。好，20年前。25年前。我跟你讲，蛮欢乐。这里在归档哈，翡翠 key 就这，那圣光派的钱买贵了，现在说不定还是赚很大。OK， 好，我们见价，还请见价。我只是到了新加坡的贼市，我就看到他，他会亮，我就走，我就往后退。多少钱？他说38块，我就丢了38块。38块新币，新币啊，我就丢了38块，抓了就走。黄色的刚玉，对啊，黄宝石，然后18K金，全部都镶满了真钻。真钻？真钻了。那个地方现在还有吗？这个多少年前买的？几十年前，20年前买的。好，20年前，我给你，讲蛮欢乐。这里在归档哈，翡翠 key 就这，那圣光派的钱买贵了。现在说不定还是赚很大。OK， 好，我们见价，还请见价，50万元。啊，经过了20年呢。对，那为什么要跟各位说明啊？这个玉板，我们通常玉板为什么这个玉板就是好玉不雕？它这个做成蛋面，做成玉板，它的特色就是要干净，好玉不雕嘛。那为什么要雕？就是因为它有些瑕疵啊，石脉纹啊。而且很明显的颜色的差距石化，它就把它遮掩过来啊。那这个呢，它是强行去把它做成一个玉板。那我用，就是说它里面的瑕疵蛮多的。让显微镜让各位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片玉板呢，哇，有裂痕哎。这有一道啪，这个它出表面了啊，在这里一道表面，然后到这里面都是整个这样子很明显的，然后这边颜色是被加深的，比较黑一点哦，然后这边比较翠绿色。基本上来讲，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物件了，总是还值目前的市价还是值50万。那这50万是怎么分辨呢？大约上这个台做好差不多20万，是。那这个玉板大约值30万元。啊，那刚才跟廖老师聊过，也谈过的时候，他为什么我们这个做，他说这个做很壮观啊。以他来做的话，就说他可能就要给30多万。为什么？因为上面的钻石不够好，所以我们估起来大约就是说20万元左右。那说廖老师说，找他用他的这个，我们用现在比例比较好的钻石，像这个小钻虽然很小，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小钻都有8星8箭的，都很标准的车工，去把它重新的再做新的话，以这样的一个最新的
的风格来做哈，他可能要花到30万才做得起来。好，廖老师，我觉得蔡先生啊，他可能是歌而优则演了，就是以前卖衣服丢周哎，又我听到你说以前都是卖那种流行性，创造流行的，那个叫一周丢周哎哈，我还讲了吃一世人啊啦，所以你看衫就是安尼啊，我朋友就是卖到迄个丢周哎哈，五件一周丢周哎，哎就赚大钱啊。然后呢，你就会想要去买古董，想要去买珠宝。那买了珠宝，存货就很多。为什么呢？外行去进入到内行，那这现金要部位要水准很高了。那你这一个玉板呢？因为那个叫鸠，就是有裂纹，然后又复合了，那个叫鸠。这种东西买来了之后，你一定是存货。那这个物件呢，我会建议你把这个鸠遮起来，把这个鸠遮起来，然后用这一种复古式的，你可以用哥德式的，或者是这种罗马式的一种镶工方式。这黑色的部分是黑色的玛瑙，然后呢，用这些攀藤类，因为以前的这种罗马剧场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攀藤，那你把它放在这边，就会把它遮起来。哦，另外有不会让人注意到。对，这个是此地无银啊，欲盖弥彰。不会，其实呢。在这个我注意，你现在那一条绳子一下掉，那没有关系，因为如果鉴定书上面会有拍照，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鸠哦，它不是裂纹，它是一个鸠。鸠的话就是一个，就跟裂纹的差别是，鸠的话就是以前有裂纹，可是又经过了500年，它又复合了，它又愈合了，愈合裂痕，就跟我们伤疤一样裂痕啊。对，另外有一个伤疤，另外有一个方式就是因为这一块够大块，你把它变成是手链。那手环的方式，这个旁边哦是用那一种网状的 K 金去做成软的，半软半硬，那这一块在这边就很漂亮啊，所以会有参考看看，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设计，也许会增加不同的价值。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欢迎好久不见的艺人施欣蕙，欣蕙姐，大家好，你好，欣蕙姐，以前人家是不是说你长得很像夏玲玲？哦，她比我漂亮，而且还有她到现在都没有变，不像我珠圆玉润，胖了20几公斤。但是你的歌声很多人很怀念呐。啊，谢谢你。其实你可不可以唱一小段？哎呀，我的歌其实不是这么好听哎，我只是那个时代没什么歌星，然后歌厅一天唱3首歌，然后要唱15天，再不会唱的歌的人呢，也会变得很会唱歌。我是这么会唱歌的。哎呀，你真是太谦虚了，还是让我们一饱耳福吧，唱一小段就好。哎呀，没唱呀喽，可以吧？哇，气势如虹，不过瘾，再来一段。谢谢你啦。好，所以啊，欣蕙姐现在也帮一些我在老人啊做一些歌唱啦，或者是保健，我安排什么课程给他们上，真的是对，好有爱心啊。不过据说你很多珠宝是当时你在歌厅的时候，几十年前呢，我们在那边唱歌的时候，以前人家很流行送珠宝给我们嘛，对，那时候粉丝送珠宝，哎也是那个时候，黄金包一包，那个现在都丢鸡蛋了吗？没有开玩笑啊，所以那时候有时候会有粉丝送的珠宝，对，那这个像这一颗是我干爹，我干爹在菲律宾，他是珠宝大王，哇，对对对对，那个时候马哈蒂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呢，他们那个时候我就在那边了，然后他送我这个南洋珠。我才知道，原来说现在的珍珠哦，你用舌头去摸它是滑的，滑滑。这个用牙齿去咬是沙沙的，它是涩涩的。涩涩。你用牙齿去咬过啊？哎 ，yes， 我这个人什么都干过，所以他自己咬过了。表面有一些珍珠质哈，那里面是碳酸钙的成分，所以会有一点微微的沙沙的感觉。对。但是还是建议你哈，买珍珠啊，不要说我不敢画完那张金嘞。以上行为请勿模仿。对对对对对。不然把你的珍珠咬坏了。是啊，是。这是我干的事情，真不好。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是有年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珍珠啊，我们都要用胶粘上去。是啊，那你看这个胶都已经跑出来了，黄黄的，有没有哈？所以它是的确有一些年代。但是珍珠本身的光泽还是还不错的啊。而且，哦，果然是这个珠宝大王，它这个工艺啊，哈，虽然是形制比较旧一点，那里面的钻石啦、镶工啊的品质非常高档。钻石的品质非常高档，很不错。钻石恒久远，那是历久弥新，永流传。对，然后它的造型当然也很
比较老式的，但没有关系啊。如果钻石是好的钻石，珍珠也漂亮，可以重新再镶。对，那像这样的戒台哈，假设说这个造型旧了，就是说若干年后，他这时候把它拆下来，重新再打造新的戒指哈，这些钻石都是非常漂亮的钻石，哦、都可以再运用的。那珍珠本身呢？这是南洋珠啊。南洋珠就可能稍微就一定有一点氧化的感觉，哦、它表面也会有一些。因为我都没有保养啊。是啊。但是还蛮漂亮的，又大颗。但是也无妨了哈，就是说哈、这珍珠本来是有机质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时光，会表现它当时的这个所谓的。风韵犹存啊，所以我们来鉴价一下，来，请老师鉴价，请鉴价，七万元哦，不错哎。那这个七万元的哈、很大部分的哈，这都是。现在都在这个台子上了、都在钻上了、然后这个珍珠啊哈，给您看一下哈，这珍珠它就是会有一些，看一你看它表面都已经褶皱了，但是这是不是你咬的、啊？哎、欸，可能可没有咬的这么整齐，但是哈、要告诉您说哈，它原来这个珍珠啊哈，它的品质也大概是这个状况了。其实还有更干净、更光滑的，那价钱当然会更高了、那这个是因为它本身。好，那猪它养的这个时间它并不是很长，好，所以说南洋猪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菲律宾，好，那南方的明达纳尔，还有这个是我们这个澳洲，这白色的珍珠大部分都在这边养，澳洲，对，澳洲，我干爹跟我讲说这是澳洲的，对，所以大致上现在行情就在这个价格，因为珍珠这几年哈，那很明显的就是价格它一直也没有办法上来。不过呢，假设说新的很干净、很漂亮的珍珠，是因为中国一些有钱的啊，这个炒作了，他也不是炒作，是被需求。这些有钱的人，他就不太爱带着原来中国产的那个小小的珍珠，他就转向去买这个大的南洋珠，很漂亮的，哇，那个真是国际行情，现在是涨得很高的，就是够大的话，对对啊，那这个有12.9mm，大概13mm，这是有椭圆形，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它就价格不会那么高，所以我买珍珠的时候要买圆的，要买圆的啊。那如果又够大的话，当然会更好。好，来这件呢？我那时候在菲律宾，对不对？是啊。那菲律宾那个时候，我是40几年前，那个时候还在军管，马哈蒂还没上台，去那边唱歌，就有歌迷啦，就带我们去赌场。去赌场、赌场去玩，那就给我们红包，然后给我们红包，因为我曾经在你说歌迷给我们红包，让我们去赌，所以赌资是歌迷出的，对，歌迷出的。然后呢，可是因为我曾经更早的时候在香港在澳门赌过一次，那时候赢了8万块港币，你只要赚过一次，你后面就一直要输了，你懂吗？差不多都是会输的。给你甜头，给你甜头，很难忘记那个美好的回忆。对对，那我自己知道这个，所以说我到赌场，我绝对不去赌了，我就去拉那个吃饺子老虎，知道吗？拉爸，拉爸，拉了以后呢，我就等那个输到眼睛花昏的人，输到吐吐的，哎，对对对对。那么他们身上有珠宝呢？快要开牌了。那他们快要完蛋的时候，那么他就想说，身上有东西，他们就想要去变现，变现，他想翻本，对他想翻本。那你去跟赌场的价钱，那你来跟我换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在那边换，哎，谁有宝物来呀？谁有宝物来呀？哈，我就跟人家换钱的。所以你等着在那边让人家换呢？哎，对，你做地下当铺啊？哎，不要叫你们来听嘛，我喜欢珠宝玩一玩嘛，对不对？我就不用这花周转，周转，对，我是专门。但你有办法分辨真假吗？在赌场里没有。就是凭感动，好吧？凭感觉啦，凭感觉。天赋异禀。对对对，而且他会来那边，他敢去拿到当那个赌场去的话呢，对不对？那他表示赌场已经评估过，他也不会太。所以他已经在赌场要当给赌场的时候评估过，到你这边价钱稍微好一点。那我就现在你赌场给你多少钱？那我给你多少钱？你就这样子了吗？那我也不多，我一次去换一个，一次去换一个，这样。哎呀，我不知道赌场的另类发财术，现在没干，没这事儿了。我就买，不但是买，还给我爸爸买了一个这个红宝石一圈，还6颗钻。所以这个是赌场出来的。所以这个跟你换了多少钱？40年了，你问我多少钱？哇，当我忘了。哎呀，还是你不好意思讲。有没有人看电视？没有，我真的忘了。40几年了，当时是买断。可能你还没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买了。谢谢，对不对？感谢。
肯定还没生出来。对呀、啊，你肯定没生。对，你们都还没生出来，我叫所以呢，那个时候是买断吗？还是说啊、哦，我给你多少时间，你要去翻了本让你赎回去？当然是买断的啦，啊、买断的啊。当然现金给他就对了。啊、现金啊，对 ，OK， 不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嗯，好，可以。他已经忘了当时跟他换多少钱了。我准备我儿子结婚的时候给他当结婚赌场换来的、啊。对。都可以电镀啊，整理整理珠宝店就可以帮你了。好，给媳妇儿。对，给媳妇儿的。好，给媳妇儿。好，我们来见价，请见价。90,000元。哦，也不错啦，也不错了、哦、这个钻石大约70分了、啊。啊，这个台到15,000块。然后这个钻石大概75,000块这样子，都、是老式的车工了、啊。一般哈、那种赌场收的话都是几折，因为其实就算赌场里头没有，赌场外面整条街都是当当当当当。对。那一般都收几折？一般假设说您的哈是有在外面买到，就是你有这个所谓的发票、invoice 的话哈，就照那个 invoice 上面的价格，啊、要给你一成。一折啊？真的假的？周转嘛，我也不是这样。那如果没有发票的呢？没有发票就可能就是随便乱猜的这样子。但是，所以你看我是不是有良心？对了，你可能买一折半。没有，我可能给了两折了。大致上是这个状况，因为有时候真的像您说的哈，输个两公啊，他认为哈，这个他认为下一把他会赢，通常都越陷越深、他会来赎回去。因为现在的规则不是像以前说直接卖断，他会赎回去，所以付一点小小的所有的手续费跟利息就 OK 的了、所以他尽量就是我所谓叫十足抵押嘛，一定要很保护，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他们在那边的从业人员，有时候那个金额是很高的，拿来一看，哇，200万港币，你怎么给他钱啊？那不是一点点钱呢、那有的真的是物件很大，对不对？100万港币，你怎么给他钱？我在想，多半都是越陷越深呐、哈。能够把它赎回去的人不多、好，我们来看这件，这件啊，那我一讲下去又觉得不好意思了，怎么办呢、又是跟人家趁人家危难之时啊、no， 我只是到了新加坡的贼市，我就这样子，他们说，贼市。查拉奇呀、你还去逛查拉奇呀、当然我要逛逛，就这样子。没有，不是我去，我去了这都贵呀、在牛车水旁边的地方、牛车水、那里印度跟这个什么华人街交叉，对，是牛车水那个旁边，有一个牛查拉奇，我这样一走过，我就看到它才会亮，我就往后退。会亮是电灯我不管它，是，我就这样，我就心里有个感，我就往后退，多少钱？38块，我就丢了38块。38块新币，新币、我就丢了38块，抓了就走。朋友说：“你敢买呀、你真的不要脸了，你还这样子，这还敢在这里买？”我说：“天哪，它会亮，你不要吵我，我就买回来了。”会亮就是真的吗？当时买38块新币哈、当时的汇率是1:20啊，在20，差不多啊，所以来，我们用40块算好了。这个是一起算的吗？38块新币连这个是两个加起来，对，一套啊。哇，这么便宜啊！就算假的，我跟他赌，对不对？对啊，那时候600啦，10倍珍珠奶茶的钱，赌了 ，OK， 真的会亮哎。好，这个是什么？黄宝石啊，黄宝石，对，黄色的刚玉，对啊，黄宝石，然后18K 金，全部都镶满了珍钻，你说他38块买的，珍钻了、对不对？那个地方现在还有吗？我已经离开新加坡20年了。我们这一集啊，先不要录了，我们自己先不要放出来，我们先去。我们先去。对，然后再放出来。40块可以买到真钻、是黄宝。好，来，而且还没杀价，你是不是一口价跟人家买、谁敢杀啊？我哪敢杀？我钱丢了就抓就跑了。是我说还有没有再来？当然啦，有多少收多少。对呀、突然兴奋起来，真的是。我想带李老师去哦，李老师那机票钱我帮你出了。没有问题，对。好，来，我们来见价，请见价，80,000。也没有想象的多啊。为什么没有想象的多呢？这个是40,000块，这个是40,000元。好，来讲一下啦。哈，黄宝石、因为黄宝石哈，这几年哈，因为就是说它后来哈、这个有会亮会亮对，它是老烧，就是老的这个旧款的黄宝石。那因为现在很多新款的黄宝石，从非洲来的，从哪里来的，它可以有加皮去处理。所以黄宝石哈，从大约我那个年代，差不多20多年、25年前那时候买的瓷，到现在哈，几乎来讲没有涨价。所以黄宝都没涨，对，都没有涨。那钻石总会涨吧？钻石有涨。那像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做好这样一套，那大约花差不多3万多块钱，
38,000，所以其实是钻石的价钱，对对对对对，比较贵是钻石，这也是一样的哈。那因为它套链嘛，那其实像这样的物件哈，假设说您到珠宝店去，请他帮你电镀成白 K 的话，会比较有现代的时尚感会出来。那虽然它的设计有点，它的设计太流行了啦，对，比较旧时了啦，哈，有一点过时。这个都20-30年都可以重新整理一下，不用了，没卖了，没卖了啦，对哦，对，哎，这个这点点价把我双马公婆呢，实在厉害了，实在厉害，好，好，来这个呢，这个就是要我要感谢一个老先生了，他是我的歌迷。他在歌厅的时候来唱歌，他那时候他帮我所有的资料剪成三个本子。我这个人是一生耍耍，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他把我所有的歌厅的，到后来到电视的，他都把我整理三个本子。然后他那个时候大概是知道自己快要去世了，然后就不准拿那个三个本子给我，还给我这一条项链。是。然后，所以我现在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不应该要有这种东西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都说佛珠啦，什么珠是不要的。但是因为它这一条东西有纪念意义，对，对我来讲，纪念意义，对一个记忆啦。对，他是那个老伯伯给我的那么多的爱，然后他说我没有留给我的子孙，我给你。是。哇塞，我好感动，我眼泪都快掉下来。我也不敢讲说，我基督徒不可以拿这个说谢谢你。所以说我这个。就是我一份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物件，一般我们就直接想说啊，这是蜜蜡，这松脂的化石。哦，蜜蜡。对，那只要稍微透一点的，比较这种淡色的话，可能就是琥珀。啊，那这是不透的。我们一般的直觉就想说啊，这是这个蜜蜡。哇，那不得了了。那这个总共有58颗。到底这个老伯伯的爱心是？当然爱心无价哈，但是我们还是估一下，到底他请估价。11,600元哦，可是如果是蜜蜡，应该不止啊。当然不止啊，对。那如果琥珀也应该不止啊。对，它是塑料啊，它是既不是蜜蜡，也不是。对，它是一种比较硬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树脂哈去做的这塑料。那1颗200元，所以58颗刚好11,600元这么来的。哦，这是属于那我们怎么分呢？这它里面有很明显的流纹状，当然流纹状，对，当然还有一个更比较破坏性的事件，就是把那个针烧得热热的，从这地方刺一下，闻它味道，它有的会有松脂的味道，那像这就是臭臭的塑胶味，塑胶味。当然这个就是说它还有牵涉到说人跟人交流的一种情感，有时候物件是一种就是感情的载具嘛，对不对？所以也不要太过于。在乎它的价格，在乎它到底有值多少钱？在乎它的价值，不要在乎它的价格。对，好，那这一件呢？这个就是跟一样啊，是菲律宾船上面换来的。换来的。不要说趁人之危了哈。换来的，换来的，这叫做对，这留下一下美好。伸出援手，雪中送炭。哎，对对对对，哎，讲得好啊！不能想趁人之危，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对对对，那一定也不记得当时送了人家多少炭了吧？哈。太久了，比你老的时间了啦，忘了哈。这个很早期的，就是所谓的手上链的 Rolex， 就是劳力士。哇，劳力士，劳力士的这个钻表，我也搞不清楚啊，这真的是劳力士。戴过没有？我没戴过。哦，这是很典型的早期的劳力士，对，劳力士，真的，劳力士的钻表，早期的这种造型，很漂亮，很亮哎。它是手的，它不是，它是手上链的，这个应该有差不多40-50年有哦的年代，40年那个年代，对，这个现在来讲已经很少这样的物件。但是感觉哈，在赌场连这个东西都拿出来了，当他输得很惨了，但是他身上带的这个东西也是好东西，在当时。是啊，是啊，是。那个您扣的时候，它这有安全扣，所以还有安全扣啊，所以就不要把它弄断。我跟你讲，这后仰人去保掉哈。嗯，谢谢你哦，你告诉我还有安全扣。做公司能提出来等啊？有啊，有啦，就是安尼啊，对哈。哎，它有安全扣哎，我该搞不清楚哎，是你没戴过嘛？对呀。啊，你良心不安，对不对？对，良心不安。对了哈，好了，好了，我们来见价，来，请见价。我去美国生小孩呢，我的老公也不寂寞，他在泰国也给我生2个。然后呢，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叫我，希望我跟他共夫，我叫他共养，带着孩子就离开他了。那泰国用钻石是用很好的，用高一点哈，谢谢。
扣的时候，它这有安全扣，所以还有安全扣啊，所以就不要把它弄断。我跟你讲，这后仰人去拔掉哈。谢谢你哦，你告诉我还有安全扣。把周公山拢提出来等啊。有啊，有啦，就是安尼啊，对哈。哎，它有安全扣哎，我开搞不清楚哎，是你没戴过嘛？对呀。哦，你良心不安，对不对？对，良心不安。对了哈，好了，好了，我们来见价，来，请见价，30,000元哦，30,000块，这劳力士镶钻呢？对，这个是很买起来很贵，他们说对，买起来很贵，但是因为这种造型啊，是很古典、很古典、古董的哈，然后它里面的里面的那古董劳力士没有给单吗？对啊，真的一点都没有什么价值，就是你戴只是一个爽快，说我戴劳力士这样而已了。没有什么，它还是典型的，就是像这个我们讲的这 Daytona 啦，像这种就是那种黑水鬼啊、绿水鬼新的运动表，还有豪士的，还有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那种艺术表，叫 Celine 那种很比较值钱，它是很早期的哈。那 AP 呢？哦 ，AP 是不一样 ，AP 是那个艾皮表，这个是劳力士，品牌不同。听起来好像也在那个地方换了一个 AP 回来，好来 ，AP 很不错了，嘿 ，AP 来讲这个。这个啊，这就满腹心酸了哦。哎呀，说这个就老板塞，哎，为了公套机把再不会为例。哎，对，这样哦，我嫁的老公叫做泰国人，泰国人哈，泰国人哈，泰国的潮州人，九九郎啊，九九郎，哎，泰国，那么他的泰国名字叫做 Tatin Malula。那你为什么就叫泰国人？是因为作秀吗？作秀啊，那个故事很长，那另外一个故事不讲了啊。那么他是做珠宝的，他也是做珠宝的。那么他听马路拉的，就翻过来就叫做红宝石啊。那红宝石，所以他就结婚的时候，他是给我一套，还有两副耳环。哦，一整套的，一整套的，好，有红宝戒指，对，但是我这是坠子嘛，坠子。然后我去美国生小孩呢，我的老公也不寂寞，他在泰国也给我生两个。你去美国生一个，他在泰国给你生两个。哎，对，他是同一个人生的还是不同人生的？不同的，哎，同一个人生的，同一个人妈生了两个。对。然后呢，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叫我希望我跟他共夫，我叫他共卵。所以我就把那两副耳环卖掉了，去买飞机票，带着孩子就离开他了，就剩下这俩。我说至少一个留给女儿，一个留给儿子。那后来还有那个帮他生两个孩子那个在一起吗？哎呦，啊，到现在还在一起吗？应该还在一起，我已经不知道了。哦，已经没有联络了，所以孩子跟爸爸也没联络。没有。对，他只有921的时候来过一下，然后呢送了我一包东西。所以921的时候他还来看你，还来看我，他说你有没有怎么样。他一看到我说，哎呀，你怎么肥那么多。我说这什么话，对。然后就说，哎，我再送你一包东西给我。我心想，哎，这个人还算蛮有良心的，送我一包东西，大概是裸钻吧，哈，很好，就去换。拿了以后就一开，减肥药，那安非他命减肥药，害我跑了那个法律，跑了一年，所以我就再见。送你减肥药啊？我到底有多肥？要吃到3000颗？是啊，安非他命的，太可恶了，太狠了。所以算小孩也没跟他联络。没有，我跟他不必了，谢谢你再联络。那你跟他分手时有没有给你赡养费啊？没有啊，我就跟你讲说连夜跑掉了，像逃难一样啊。就手续办了吗？我是后来才办的。干嘛办啊？你不是很有钱吗？办干嘛？现在小孩可以跟他不用了。听说他现在也不怎么样了，所以赶快办。好，这个是红宝啊。对，这是泰国很典型的泰国红宝石，而且颜色很漂亮，很漂亮啊，鸽血红啊，这是标准的鸽血红。对呀，鸽血红哎。我们把它拿来，更漂亮的耳环再见了哈。我们把它拿来哈，这是我国际认证的鸽血红的这个红宝石来做对比，让各位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泰国的这个红宝石，但因为您的底部下面很多这个化妆品没有洗干净，要不然会更亮。回去洗一下。对，然后这个是这个国际认证过的这个红宝石的鸽血红，所以颜色是差不了很多的了。漂亮。对，是差不了，因为这个要洗干净。那它那个钻呢？它那个钻呢？这是天然的钻石，那泰国用钻石是用很好的。钻石都用很好。对，他们是很坚持这样要好的料，不会是用那个阿萨布鲁这样乱搞，不会。他们对这个钻石，你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跟你求婚的时候还是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的，结婚给的怎么可能？阿萨布鲁的，不错。那时候还没有小三呢。对，哎，不有他买一大堆山呢。此山非彼山啊。然后一大堆山，然后说跟我结婚，说再见你妈是，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出去国外了以后，他又多了几个这样子。
它本来就很花的，本来就很花，你这样它干嘛？好，我们来顾一下价，接一下价，好，漂亮，割血红的缅甸红包，是前夫给的结婚礼物。对对对，好，来，请见价，150,000元。找终于高一点，好，谢谢。你有点失望哎。不会，因为它是一克拉多而已，它早就是两克拉多、三克拉，更高了，对不对？那因为它这是有加热处理过的，这是泰国的红宝石，不是无烧的，很典型的泰国红宝，很漂亮。哦，这个一般证书打出来，它不会打什么。以前经常有时候打泰国红宝，哦 ，Thailand Ruby。嗯，在早期的证书打一个暹罗红宝，它很优雅那个名称。这个红宝石来讲，算是很漂亮的红宝石，真的不错。欣慧姐，你经历过人生起起伏伏，也红过，也平淡过，你的心情是现在心情？我现在过着平静安稳。我觉得你很快乐，很快乐。我现在就在做服务，在服务老人家，然后在做志工，然后到各个教会讲，人生过了，刚开始也有苦读啦，有生气啊，有什么会骂啊，会气。谁苦读你啊？我自己。我自己会有心理不平衡的时候，那是每天就是老公很多事情啊，然后生意垮啦，什么都有啊。但是我发觉到人不要自己去埋怨很多，不要怨天怨地。当然是这样，要多赞美。人生越赞美就会越漂亮，越赞美你的人生就会越开阔。不要自己去说，哎呀，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不好，骂天骂地，不骂自己，那样子日子会过得很惨。说得好，好，谢谢，谢谢欣慧姐。